仇啥人啊！真是跟屁王这么好兄弟还仇着呢。他特意约我早上起来玩的。这么好兄弟，你把别人踢了？我是不知道为什么外面都说人是我踢的啊！我可以发赌誓，我没有踢过任何一名队友。相反，我想保住我的队友保不住。谁主张？谁举证？请问你们有什么证据说我踢掉了我的队友？那么是谁踢的？就是在你们的视角，一个队伍换人就一定是要被队友踢掉的，对吧？死一次高能弹幕，请问这版本夜宴魔方是9点刷新，天辉魔方10点刷新吗？魔方几点钟刷新我不知道啊，我知道我每天早上9点钟上班啊。没出成绩，队伍有调整很正常，这不一定是最效率的，但是一定是最直观的。你像那个赛季，如果不是因为我是打五号位的，其实我打得很糟糕的，只是因为卡神是打四号位的。如果卡神是打五号位的，离开的就是我，是不是一定要成为受害者以后才不会变成加害者呢？老绵羊11111发来价值死鱼翅高能弹幕，主播对于隔壁主播上班找鱼魔方怪人的标题如何应对？按兵不动，不变应万变。别听他说话，发来价值20鱼翅高能弹幕。焦哥，你那点活短短两天快被 DY 偷完了，赶紧想想办法举报 DY 吧。都一样都一样，不过是田忌的哪张卡而已。10块一碗羊杂面，发来价值11次高能弹幕。焦哥，摸金味道有点淡，请问吃的时候你是焦醋还是林醋？一般会放点葱。 Bernstein 发来价值11次高能弹幕。焦哥，如果吃面一定要加醋的话，那到底是低醋好还是焦醋好？白醋好。旺旺美食家发来价值11次高能弹幕。焦哥，我削了你的中单火女滚滚大寿哈斯卡，结果五连跪，怎么回事啊？这么多年了，你还在这脸分，是不是你打多塔不认真？标花傲天标发来价值10鱼翅高能弹幕。焦佳琪，你不会也觉得是因为水友需要你，你才直播的吧？对不起，直播间的所有女生。假装是万寿菊发来价值10鱼翅高能弹幕。焦哥，我是男大，可以玩玩我的吗？不可以。假装是万寿菊发来价值10鱼翅高能弹幕。主人，你为什么这么冷漠？我也可以是女大的。这里有点变态了，兄弟。10块一碗羊杂面发来价值10鱼翅高能弹幕。焦哥别难过，虽然你没有入选国家队，但是你至少有张国之脸。谢谢你的安慰。假装是万寿菊发来价值10鱼翅高能弹幕。焦哥如何评价 DY 上班找鱼魔方怪人的标题？我下班晚于绿皮菜鸟。